哦，小倩，我知道了，那是一双魔力舞鞋，穿上它就能跳出好看的芭蕾舞，所以迪迪才能跳出漂亮的舞蹈。大家努力练习哦，这样你们就会变成美丽的小天鹅。好了，今天的芭蕾舞课就到这里，现在下课喽。谢谢桑尼老师。小倩，我们快走吧，我再练习一下，我一定要跳出好看的芭蕾舞。那好吧，小倩加油，我们先走喽。我要踮起脚尖，双手放在胸前，然后，哎呀，真讨厌，为什么我跳不好？对了，我可以试试迪迪的魔力舞鞋。我穿上魔力舞鞋，一定能跳得很好看。魔力舞鞋，快释放你的魔力吧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迪迪可以，我就不行呢？啊，什么声音？啊，我还是明天再来练习吧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我今天会努力的。我们一起加油。哎，我的舞鞋呢？啊，我的舞鞋不见了。啊，小可爱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桑迪老师，迪迪的芭蕾舞鞋不见了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来找找看。这边没有，这边也没有。桑迪老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迪迪的舞鞋不见了。好，那我们找哥哥来帮忙。没错，哥德一定能找回舞鞋的。让我们一起呼叫哥德吧。呼叫哥德。闪闪发光，真好看呐！有紧急情况。迪迪的舞鞋不见了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明白了，校帮歌德启动任务。呜呼，身体颜色准备，让你变形装置启动，校帮歌德开始变身。